在台湾非常高兴，一年前来的时候，很多想去看的地方没有时间，想拜访的朋友没有能拜会到，所以这次来呢，想看一点过去没看的地方，这是我们两会的交流的基础性安排，重点想看看农业、生计、养老、复工还有旅游，所以我想我还会回到台北一起参加企业家的论坛，都到年末岁初了，全世界都在讨论明年的经济怎么样，大陆今天也会召开全国的经济工作会议，所以我也想这个机会和台湾的企业家各界朋友一起讨论一下，我们如何明年合起手来共同发展应对世界经济。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。